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今天来种火索瓜。这个两颗啊，火索瓜已经长起来了啊，这边有一颗已经这么长，重点是太长折到了、那我们这种像碰到这种问题没有关系，上面这边给它割掉就好，那旁边会有侧芽再冒上来。这下面这边都有侧芽啦，有关节。那这个虽然冒那么长，问题有折到，像这种我们割掉就好了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它会从侧芽冒起来啊，这一颗的长度没有问题。那我先来种这一颗啦。那一般我们种的时候，可能会这样种，这样种其实也可以啦。啊，就是说怕它比较会有烂根，整个这个烂掉会影响到根部。大多数的人都是直接就是靠这样子，这样种下去啦。啊，也有好也有坏。啊，我今天要采用就是把这个切开，啊，里面留这个根系跟里面的一部分来种。啊，即使下雨它也不会烂掉。啊，最近也比较常下雨啦，所以说我今天才使用这一招。我们要割就是它这一个，因为我发现到这一个是这样包起来的，那我们要从这边这上面两侧割开。那我先来将这个地方，因为本来这个刀有一个尖锐比较好切啦，因为我这个断掉比较不好来切啊。这个要小心啊，因为怕割到手啊。这个我速度太快了，一般我本来是要拉开一点哈，拉开一点的话啊，我拉开的时候可以按住这个，这个就不会扯掉啊。原则上这个扯掉没有关系的啦，主要不把前面这一节切，就是拉掉就好。本来是说这一片后面切开还要小心翼翼把这边压住啊，然后再打开，这种情形就会保持这个完整。那我现在把这个取出来了，从这旁边啊弄一点开了之后，小心翼翼把它整个拉出来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小心哦，哦，连根系稍微拉出来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啊。我们这样子种下去啊，它就不会有这一粒的影响。一般我们种下去水多会从这一粒开始烂，会影响到这一颗，所以说今天才采用这种方式。因为最近下雨也常下雨啦，怕会烂掉就采用这种方式。那我这一个根嘛有根系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根系就把它栽进土里面就好了啊，这个这样子包起来都可以了，那把它矫正就可以了，哦，这样子。
这刀子不够力了，所以说切开哈，小心像这样子啊，这个把它压住啊，再确定后面有没有开，再拉开啊。一般怕我们是这个整个拉掉，要保持这一颗的完整。这样整个就可以取出来，那取出来这颗就是完整的，后面有根系。那我们这个刚才弄好，这个挖开就可以了，就这样整个埋下去。啊，这个啊，你可以把这个方向导正，哦，这样子。那这样就完成了。因为采用这种方式种，是因为最近的雨水每天都在下雨。如果我是采用这一个下去的话，那直接种下去，那每天在淋水，它会烂，一烂掉就影响到这一棵的成长。那今天佛手瓜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